我是贝卡的高月报的眼睛记忆，今天是2023年7月31号星期一。那今天的话呢，依依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小区非常安静的，而且这条街呢是这个小区的最里面的这个房子是绝对的学区房啊。小学呢是十分的，是这个 Olive Chapel 小学，这是这个房子是在 Apex 27502，然后这是它的 driveway， 都挺长的啊。这是一个独栋啊，然后这个房子的话呢是一拿到的内部消息的房源，所以这个房子呢还没有在这个市场上 active for sale。 那这是一个全新房，它是呢八月份，就是下个月2023年的八月份完工和过户啊。基本上现在已经，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完工了啊，就是可能有一些 minor 的地方需要弄一下，比如说卫生啊各个方面，然后呢但是整个房子都是已经基本上都已经是好了的啊。所以呢八月份能够过户的一个全新房现房，这样的机会真的很难得很难得啊。所以呢如果是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呢，欢迎联系一我的手机号码是919-986-8879，我的微信号是 ncbestrealtor。 这个房子会走得很快，今天肯定会走掉的这个房子因为我在这个小区卖了很多套，这是这个房子啊，前面后面侧面的这个间距都给大家拍出来了，然后等一下我到后院去拍一下。门牌号66也是很吉祥的数字，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然后这是前庭，这是这个小区，很安静啊，我们零零星星，因为前面的很多房子都还没有施工完毕啊，大家可以看到有的正在施工，所以有一些施工的一些声音，但整体来言这条街啊这个 neighborhood 都是非常安静的。这是前门，是这个房子的后院，这是有一个 screen porch 啊，非常实用的，在北卡啊可以挡蚊子，这个 screen porch。 然后这是院子，后面都是林子，能够听到这个虫鸣鸟叫的。它这个 screen porch 很好呢，就是它也有外面的这一节，外面这一节比如说你要烧烤啊弄什么啊，对吧，就可以放在外面。这是后院院子，这是邻居家。院子的话呢其实是不大的啊，这个院子就是后院的话呢基本上是对着林子没有太多的空间种菜啊之类的，就是比较院子呢不大，但是整个这种学区房现在的新房子院子都不是很大啊，但它的这个价格非常好呀，而且它是整个是一个 crawl space 的房子，这是房子的后面。因为刚下过雨，那个草比较湿，我就不下去了。你看一下这些房子，这个房子就是像这种把地基抬起来的，就是这种 cross space 的房子，看到没有？这种 cross space 房子比那种 slab foundation 的房子要贵个好几万块钱，至少是，即便是同样的区域、同样的面积都要贵个，因为它的建造成本要把整个房子抬起来那么高是有成本的。这个周边旁边的这个房子也是 cross space，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都是 cross space 的话呢，所以呢它的这个整个房子的档次就是不一样了，跟 slab foundation 的房子的档次会是不一样的。刚才前门进来啊，大家看到这个层高的话呢，一楼是9尺啊，二楼也是9尺，整个一楼的话呢都有这个天花角线，看一下这边。那一楼的话呢就是大门，正门进来的话呢右手边有一个客房，很舒服的客房，而且这个窗户很大，采光很好的。然后这是客房，都是包括客房都是这个木地板啊，自然光特别好。然后客房的旁边呢是有一个全卫，就是方便老人啊，或者是说这个可以直接 walk in 的这样一个 full shower。 那这个厕所上面也是有这个天花角线的，都有，它颜色搭配的也是非常好的。这是一个小的一个 closet。然后这边的话呢是有 tray ceiling 的这个吊顶的 formal dining room， 就是这个正餐厅。
整个一楼是没有任何地毯的，包括楼梯，全是实木地板。Engineered hardwood floor throughout the first floor。然后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储物间，可以放一些清洁工具啊啥的。然后这是一楼的客厅，壁炉是 work 的啊，客厅旁边有壁炉。然后这是这个房子的话的一个亮点，就是后院是对着林子的。但这个是刚刚下过雨啊，刚刚下过雨，今天上午一直在下雨，然后我刚刚出来拍这个视频，所以这个不是这个玻璃有问题，只是 rain，OK，it's rain。然后呢，这个是厨房、客厅，这一块是客厅，然后那个是餐厅 dining room，this is the living room，and this is the breakfast nook area，you can add a chandelier。然后这是这个厨房，厨房是白色的 quartz 台面和灰色的这个橱柜，微波炉、烤箱一体化的，然后这个 sink 不锈钢的 sink，dishwasher，然后这样看过去满眼的绿色，Yeah，it's a lot of privacy，隐私非常好，看过去，然后这边是外面的 screen porch。好，这是厨房。厨房的话呢，有抽油烟机，还有这个 gas stove，fire burners，有5个炉头的这个 gas stove。然后这些，这个抽屉呢，都是有 soft closing 的功能的，soft close 的，great function addition to the cabinets。然后这边还有这个垃圾桶的这个地方，关键是这个，主要是这个价格很好啊，只要79万，而且是已经 ready to move in 的一个这么漂亮的房子。然后这是 pantry，OK，然后这个是车库进来的放衣服鞋帽的这个地方，然后这是车库，车库也是超级高的啊，这个车库你看一下，这个楼梯都有2节的，对。这是车库，然后这边是那个 tankless water heater，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功能。车库非常高，这白色的呢是指后面是一木头，所以你钉钉子的话呢，就是要钉在这种白色的漆上面。它不是说故意给你乱七八糟、横横竖竖的给你刷的，它这是有讲究的，说明它后面是木头。你就不用再去买这个探测木头的仪器了，可以直接在，比如说有的人会钉钉子在这个车库里面摆一些架子呀，装一些架子什么的，就直接钉在这个木头上面。好了，这是一楼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上去看二楼。二楼的话呢，有个很大的一个 loft area，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二楼你看一下，这个自然光也是很不错的。二楼整个这个都是 common area，都是 hardwood floor，OK，只有房间是地毯。二楼只有房间是地毯，OK。二楼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个大的一个休闲室，或者是办公区域，孩子玩的地方都可以啊。就这个非常开阔，你看这个楼梯也是有折弯的这种，就是比那种陡的楼梯要更好，方便老人小孩嘛，这种折弯的楼梯非常不错。那我们先看主人房吧，然后这边是那个 laundry room，我跟卖家builder，因为我在这个小区卖了不少房子，已经申请到了送冰箱、洗衣机和烘干机，他应该是送的啊。然后呢，这个是tray ceiling，我不是100%确定他是不是一定会送啊，就是说，但是他是我要求他们去送，我说要跟他的建商的 manager 去那个问一下，现在还 so far 没有回复啊。然后这个是主人房的这个房间有 tray ceiling，然后主人房。对着就是外面的林子呀，很漂亮的。
然后这主人房的卫生间，他男他和女他的这个就是是男女分开的这个台面很好，很漂亮的 garden top，满眼望过去很 private，满眼都是绿色。然后这种是 frameless 的这种shower room，shower。然后有一个单独的房间，而且单独的房间就是 closet 都有这个窗户的，这是厕所。然后这边是有两个 closet，一个是这个 closet 啊，这个上面是通往 attic 的，一个是这个衣帽间，男的女的是分开的，还有一个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有男女分开的衣帽间，这厕所真的太漂亮了，满眼望过去绿色，整个主人房真是太美了。你看这个 private，哇，真是美了，very private，very beautiful。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有三个，这边有三个次卧，这其中一个次卧。次卧里面有带有一个卫生间。This guest bedroom has a full bath inside of the bedroom。然后这个是他的 closet。Now 这是一个 another closet。然后这是。这两个次卧共用的这一个卫生间，因为它前面那个次卧里面带有卫生间嘛，所以 this full bath is shared by these two bedrooms。OK，这个 full bath 也有窗户，这个我非常喜欢。它这个 bathroom 里面有窗户这一点啊，我非常喜欢。And then this is another bedroom。With the closet. And this is the last guest bedroom. This就是这个房子，非常赞的一个房子，你看，多么漂亮，好漂亮啊！好了。整个房子的话呢，有3100多尺，将近3200尺。楼下呢有一个房间，一个全卫。楼上的话呢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楼上有四个房间，有三个全卫，所以总共是5个房间，四个全卫，非常不错。5B4B，OK。The total square footage is like 3,164 square feet. Thank you for watching. 感谢收看。